你还在为坚守颈椎而痛苦吗？你还在为风湿骨痛而苦恼吗？你还在为腰椎间盘突出而无奈吗？我这腰椎间盘突出啊，已经十几年了，一发作起来啊，躺在床上一个礼拜起不来，人遭罪不说，还拖累一家人为我着急。唉，我每天工作就是对着电脑，一干就是一天，时间一长啊，老是肩酸颈痛，后来才知道得了颈椎病，唉，真倒霉。这风湿病得上身呐、啊，算是甩不掉了。空调一开就觉得手脚酸麻，骨头钻心的痛，就像一把电锯在割，坐也不是，睡也不是，现在连车也开不了了。健康杀手，无尽病痛，肩周炎、关节炎、颈椎病、腰椎病、风湿骨痛，久治不愈，危害巨大，病情轻的影响正常生活，痛苦不堪，病情严重的骨头变形，压迫神经，导致意外发生，成为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隐形杀手。健康理疗，绿色保健，中脉远红镇痛护具，能发射8至14微米的远红外线，与人体发射的远红外线波长相匹配，形成共振吸收，产生生物热效应。中医认为，血得温则行，遇寒则滞，改善微循环，活血镇痛，消炎消肿，并通过内置的磁片产生磁疗功效，对颈部、膝部、腰部和腹部等相关穴位加以刺激，以达到活血化瘀、按摩保健的功效。中脉远红护颈、护肩、护腰系列产品，以其快速的镇痛效果和神奇的康复作用，成为您贴身的保健理疗新选择。中医理论认为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人要健康，首先血脉经络、精气神态必须通泰祥和。据调查显示，人在30岁以后，骨质流失的速度开始加快，疲劳、乏力、颈椎关节疼痛等各种亚健康现象就会随之而来，约有95%以上的人一生中有过腰背痛、腿抽筋的经历，在中国有9000万人以上存在严重的疼痛障碍。颈椎痛、腰椎痛、肌肉胀痛、腿抽筋等各种疼痛。2009年，绿色镇痛风暴，中脉远红镇痛护具，纯生物疗法，四大镇痛法宝全力出击，针对关节肿痛、颈椎胀痛、腰椎刺痛、风湿酸痛、手脚麻木、血液循环不良等病症，健康理疗，活血镇痛，让你迅速摆脱病痛折磨，享受轻松的健康生活。中脉远红镇痛护具中含有高科技远红素材料，能发射波长8至14微米的远红外线。